手，就在你的殿中，我们说我们要来高举你。主，我们说我们今天晚上，无论我们今天的状况是如何，我们都要来高举你。我们今天的状况是如何，我们都要来赞美你。我们都要来高举我们双手来赞美你。主，因为你就是信实的主，你是爱我们的主。哦，主啊，来到我们当中吧，来到我们当中吧。